据可靠消息，前 AG 超玩会边路选手加入佛山 GK， 你们知道是谁吗？谁呀？给大家一点提示，他是 KPL 第一届的选手，也是曾经四大关羽之一，是赛场上使用韩信白龙吟为数不多的选手。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已经知道是谁了吧？他就是无痕 KPL 第一届冠军打野，后由 AG 仙阁转入 EDGM， 助 EDGM 打进决赛。怎料当时的 Hero 太强，遗憾收场。随后又转会至 AG 超玩会。自从无痕参加玩王者荣耀国际版邀请赛后，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这一次，无痕以全新的身份加入佛山 GK， 由选手转到幕后，继续征战 KPL。一代版本一代神，代代版本有很神。踏雪无痕四刀关，你还听说过那些关于无痕的事迹？那么接下来的挑战者杯，佛山 GK 不仅硬件设备得到改善，赛训组也有了改变。这次佛山 GK 可谓是鸟枪换炮，那么能不能在接下来的挑战者杯站起来，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。